非常重视，为自己的工作骄傲，不住地摇头，叉叉不平感到气愤。他不认同买他的做法，对蔡龙怀有怜惜之心。爸爸看重颜色，母亲看重质量新鲜的菜，他很喜欢蔬菜，他觉得蔬菜很有价值，很伟大，感恩。他对菜饭的兴趣、理解、关心、平等相待、尊重。证明姨妈的担心是不必要的，证明自己没有看错人，认为蔡龙值得信任。自重至重，认真，心胸展宽，宽。卖菜的小伙子，怜惜之心，我爸大方、慷慨、乐于助人，姨父。借车的蔡龙讲信用、诚信。借车的蔡龙知恩图报，说话声音小不清晰，对自己的报价感到不好意思，怕给的价格太高，对给出的价格不知情，停留的时间很长，有购买的意向。对姨妈的责备没有反应，什么也干扰不了她。紧张、害怕，不确定姨父会不会把车借给她。脚步迈得很大，速度快，很着急。他知道我喜欢打棒球，了解我的喜好。他知道我母亲反对我打棒球，不希望母亲发现。摸了又摸，一拳又一拳的不好，非常生气，因为我敷衍了他，欺骗了他，向他证明自己可以自立独立，相信自己有赚钱的能力，认为我不懂事，为母亲的付出感到免息。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，幼稚愚蠢，让我理解到母爱，用心良苦。母亲在学习上对我要求严格，母亲希望我出人头地之力。她在我离开家时在门外站了许久，她在经济上支持我，声音非常大，非常生气，我很难过，不忍心，忍住情绪不表露出来。我并没有真正开始反省，假装反省，声音很小，我有点害怕。反懂的话留下了印记，印象很深，感到心痛难受。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，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。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真，他心虚不好，一时不自信。他不在乎，不礼貌，然后动用大音量掩饰和夜间的尴尬。以自己为中心，老是要把电视调到几乎静音。为了照顾他的感受，他希望看到孙子出来跟自己说话。他害怕自己的那天声响吵到孙子，老是要感到意外、难为情、觉得迷茫。跟儿子将来往不多，他一直很恐惧、不自在、小心翼翼。他对大部分的东西都不熟悉，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他和孙子建立不起感情。走得很快。老赵对儿子家的事情很上心，在电视城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也是无话可说的尴尬，门关得很重，甚至对老赵很不满。老赵感到冷漠，在儿子家不受欢迎，客厅里很安静，老赵感到孤单、不安、煎熬。他很喜欢热爱，他工作十分贪图，震惊、愤怒，站在那儿纹丝不动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尊重、信任、支持、肯定。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做，他觉得父亲很奇怪，感到羞愧，害怕父亲会嫌弃他。理性理智不用武力，体谅别人，不说别人的闲话，感到不舒服，对汤姆的手之所以感到厌恶，动作很快，表现了汤姆急迫的想要得到那个钱包，声音很大，表现了汤姆的不满。欧维感到汤姆一直盯着他看，欧维感到极大的压力，感受到汤姆的愤怒，欧维更坚定了，更勇敢了。美术我多么从未缺失过，我们家书店的信誉好，我的外形突出，让人过目不忘。我当天的兴趣不爽，没有特色，到哪儿都一样。
跟别人都一样，提议提了一下，不遗余力策划，鼓励执行。父亲希望龙妹以后拿画笔，希望龙妹不像她父亲一样苦守在店里读书。当然，一家都有出版画，却是不太在意，笑得合拢不嘴，高兴开心的不得了，感到骄傲却好满意，笑到爆成了媒体焦点，买书的客人多了，赚钱。坚持亲手手绘，不用机器刻章，开实体店面不开网站，说明我不想别人盗用乱改，行了字画像到处都是，表示发错订单很多，压无法嘛。字画像错出版了，完全过程不容易。企业家察觉到，发现有赚钱的机会，这些生意人的反应很快，心而变化大，很多实体店都转变成网店。被父母遗弃，靠唱一大剩饭来维持生活，居无定所，失望、绝望、悲伤、痛苦、不满、愤怒、苦恼、不甘，表达真实情绪的自由，行动上的自由，不能做他想做的，对好坏选择的自由，表达喜恶的自由，不管多难受，他都能忍受。被训练得很好，狗血液的教育很成功，学会服从，像想追寻更好的生活，想有一个家，找到一个主人。去狗学院学习技能，通过讨好方法进了宠物店，在宠物店努力表现，给自己找到家，离家出走，放弃幸福的生活，成为警犬，找到生活的意义。一动不动静止的样子，说明小黑没有活力。讨好宠物店老板，不停的学好，吸引注意，希望被选中，想进宠物店，想有一个家，有了立足之地，给了地位，得到了主人的认可，生活变得安稳。森林小黑坚定的心理，筋骨坚硬，身体强壮有力，表现的小黑可以昂首挺胸，有尊严自信的生活。